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都匀市，是黔南新兴的工业城市。解放前，都匀市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，现在都匀火力发电厂可以把电输送到郊区和附近县镇的农村。黔南通用机械厂生产大批农业机械，支援农业生产。都匀麻纺厂年产500万米布。随着工业的发展，许多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一条干渠，是在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时候修建的，这就是唐来渠。可是今天的唐来渠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，这里安装了电动闸门。过去唐来渠有30几道弯，流水不畅，现在这里修成了笔直的渠道，在险要的地方用水泥和石块护坡。这里还新建了一条80多公里长的支干渠。唐来渠全长160多公里，流经青铜峡、永宁、银川等县市，可以灌溉91万多亩农田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，有个瑶族兄弟聚居的瑶山公社。过去这里是穷山恶水，地广人稀，解放后瑶山公社的社员依靠集体的力量艰苦奋斗，创造了新的生活。贫农赵福才在旧社会靠7张茅草片遮风挡雨，现在日子越过越好。这里还有卫生站，瑶族医生邓知府热心为社员治病。瑶山公社的社员将继续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把山区建设得更美好。自治区的首府拉萨市，过去这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排水系统，每逢雨天大街小巷积满了污水，
交通很不方便。现在新建的下水道将初步解决市区内的污水排除问题。拉萨的市民热情参加这项城市建设，改善居住条件。这里的道路也加宽和整修一新。在建设中的拉萨将一天比一天更美丽。吐鲁番盆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火焰山下，这里气温高，降雨量少，风沙多，有世界火洲之称。近几年来，吐鲁番县的人民大量植树造林，防风固沙，兴修水利，改变着这里的穷困面貌。吐鲁番是全国著名的产葡萄的地区，这里的葡萄糖分多，没有核。今年火焰山下的葡萄公社又获得葡萄好收成，他们扩建了许多晾房，晾制葡萄干儿。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大学，是一所新型的综合大学，这里有蒙古族、汉族、鄂温克、鄂伦春等11个民族，1400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。内蒙古大学是在1957年建立的，7年来，有800名学生从这里毕业，走上工作岗位。白成瑞是鄂伦春族第一代大学生，他在物理系学习。内蒙古大学为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培养着大量的人才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工团是一支拥有彝汉两族演员的文艺队伍，他们常年累月活跃在大小凉山，热情地送戏到彝家。这个文工团一直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，在群众中扎根，创作了许多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的歌舞，受到彝族人民热烈的欢迎。